本案所查获的朱姓犯嫌，对外自称为竹联帮、仁堂名人会成员，在宜兰地区鱼肉乡民，态度横行霸道，气焰嚣张。本分局立刻以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组成专案小组进行搜证及调查。在调查期间，发现朱贤组成人力派遣公司，对其底下的员工无故欺压，甚至有恐吓取财及伤害致残之残暴行为。 并自恃有帮派背景，酒后戏故与人发生纠纷后，即纠纵毁人店家，行径极其嚣张。8月2日，动员近40名警力，同步在新北市宜兰县罗东镇五结乡等地展开搜网行动，将以朱贤为首之竹联帮仁堂名人会成员及其帮众共12人拘提到案。